最尾关心的是这高雄这边这远洋渔船来庆贺啊，29号伫这乌拉圭东边1000多海里在作业时阵发生爆炸，造成34人失踪，30多人受到轻重伤意外。啊，不过今仔又搁传出来讲两个受到重伤的哦，真正真不幸嘛，过身去啊，所以这个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5人。远洋游钓船来庆贺，就是伫这个所在。阿根廷海域来掠游鱼了后，刷落来29号船来到乌拉圭东方1000多里的海域作业时，突然间发生冷冻库阿摩尼亚爆炸意外。南纬42度，西经27度，是因为阿摩尼亚爆炸。这个意外当场有3人死亡，但是即马阁传回有一名越南籍的渔工，甲一名菲律宾的渔工，因为受伤受重死亡。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增加到5人。那时候是当时2个人死亡，后来又陆续又死了3个，总共死了5个人，4个人失踪，那18个人轻重伤，12个人平安获救。早时，渔会代表嘛来到来庆和气爆意外当中死亡的台籍轮机长张清到家中进行慰问，但是家属无爱回应。这个事情还不清楚，你就不要现在不要拍照，那我们就不要。船公司甲家属嘛有订了5月5号的机票，要前往南非开普敦港来处理善后。记者杨庆如、陈兴坤高雄报道。